才是，啊，那爱语呢，就是在教导众生的时候呢，啊，他是看到众生的苦，而能够用真正关怀众生的这样的语言来教导众生，爱语，啊，那力行呢，就是他能够让众生呢学习正确的利益的行为，啊，力行就是利益的行为这样。那同事呢，就是把众生啊也当作呢是大家一起啊来共事的，啊，大家都是在行菩萨道的，啊，那用这样的四摄法呢，所摄的这一些的众生呢，啊，也就是此会中一切菩萨事，就等于是说，当时受到一切法因圆满盖王所救济的、度化的这些众生，他们啊，在开敷一切树花主业神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成菩萨了，所以他们也都是能够发菩提心在学习的，啊，所以他们也都是在精进学习，啊，现在在当时的这个啊道场里面呢，就已经啊成为菩萨了，而且呢，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啊，就是在交代，让我们知道说，当时王所救济的这些人民啊，啊，他真的是如王所发的十个大悲心呐，啊，就是不只是救济他们的这一些物质的这些需要，因为当时的这个王啊，他看到他们这样的苦啊，他最根本的悲心呢，是看到他们一直在生死轮回里面啊，那希望他们也能够得到一切智，要怎么样子能够真正能够就近离苦得乐，是这样，所以就表示说，这一位一切法因圆满盖王，他还在继续教导他们，是这样，所以他们才能够呢真正啊从众生而能够学习修菩萨行，而能够现在就真的成为菩萨了，就表示说这位王啊，他还是很慈悲的在教导他们，不是只有给他们食物而已啦，啊，所以这个等于是跟王当时的这样的悲心呢是一致性的，他的悲心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乐，他就真正的教导他们离苦得乐了，所以这边就是证明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让我们看到，譬如这那如来呢，过去修菩萨行的时候呢，他是这样的一个切实的教导众生，啊，度化众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让我们也等于是一个证明了，啊，当时的这些众生呢，也都成为在场的菩萨了，啊，而且他们对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是这样啊，不退转呢，就是说我们所修过的，我们都没有啊退动，就是永远都还是在进步，是这样，不退转，啊，所以他对于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就是永远都是他们学习的目标，啊，那或住初地乃至十地啊，啊，那因为呢，在经典里面呢，啊，所叙述的这个菩萨的这个果位啊，一般说五十二个菩萨阶位，啊，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真正的要成到菩萨的时候呢，要经过这五十二个阶位了，啊，那第一个十个阶位就是一个层次呢，就是十个啊，所以称十信啊，十住、十行、十回向，然后十地，就五十啊。那所以说，这个十住啊，就十地，十地等于是五十二阶位里面的第五个啊，十个阶位。先从实信，要具足信心呐，啊，那有具足信心以后呢，才有实住，有信心就能够安住下来。
那安住下来才能够真正实行，就是十个行，就是真正的从菩萨行这样子去啊落实，然后十回向，那有回向了以后呢，啊就能够真正有实地，那这个地呢，就等于是说已经证到了这个无漏智，啊没有再有这一些的烦恼的漏了啊，而且呢，就是证到实地，就能够见到佛性，就是开显的佛性啊，就是。那个时候呢就能够不退转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啊能够去向这个佛智啊，所以从五十二阶位里面的十地呢就已经是啊很高了，这五十个阶位里面的第五个阶位，然后最后的两个阶位呢就是等觉妙觉，就是等觉呢就是几乎呢跟佛的智慧一样，那妙觉呢是已经证到佛的智慧，可是呢还没有真正成佛，就像弥勒菩萨一样啊，他就在这个兜率天呢等着下生成佛，所以叫做补处的佛，补处菩萨，他要补下面一位的成佛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他就成佛了，这叫做妙觉，他已经是啊有佛的这样的智慧了，可是他还没有正式下生到这个世间成佛，是这样啊，所以等觉妙觉啊就成为五十二个这样的菩萨五十二阶位。那这个时候呢啊，我们经文里面呢是在赞叹这受到一切法因圆满盖王的教化的这些众生啊，他们现在啊都已经成为菩萨了，而且呢对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乃至呢他们都是在实地了啊，不管是初地到实地啊，因为每一个地呢都有不同的称呼了，那初地呢就是欢喜地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学佛啊，至少我们还没有证到真正的实地啊，我们还有个欢喜心都很相像啊，所以要从学佛就要开始培养这样的欢喜心啊，然后呢到这个第十地呢就是法云地，就是完全都在佛法里面呢叫法云地啊，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啊啊，这个宴会地啊、南胜地啊、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啊，那这个啊，到法云地这样，那这十地呢，就表示说这些的菩萨，他们呢，阶位都很高了啊。再来就是等觉妙觉了啊。那他们也具足种种的大愿及种种的住道，修种种的妙行啊，备种种庄严。那这些呢，就等于是说他们都具足了能够利益众生的这些的配备。他们是种种的大愿，那每一个愿，一个是上求，一个是下化，啊，上求呢，他就是不断的还要去啊，跟像这个刹尘一样多的为数的这样的佛，啊，这么多的佛，他们都要去学习。那下化呢，就等于是都要能够发度化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悲愿啊，所以他们种种的大愿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上求，一个是下化这样，然后及种种的助道，就是他们呢能够啊有这些的功德啊啊，能够利益他们能够证到啊究竟的果位，而且要修种种的妙行，备种种的庄严，这个备种种的庄严呢就是等于他们所修的功德啊就是他们的庄严，庄严呢就是修饰啊，被种种的庄严就是等于多一个功德就多一个庄严，有功德就是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庄严，是这样啊，所以从佛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来看我们众生啊，基本上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功德力，我们有没有修善行，是这样啊，
真的是这样。如果没有，我们就是贫穷困苦，是这样的啊。那得种种的神通啊，因为佛菩萨呢，要度化众生，就要有神通力啊，啊，要助种种的解脱啊，就是能够开显啊更高更远的这样的一个菩萨境界啊。然后呢，于此会中，处于种种妙法宫殿，那就是说，当场的这一些的菩萨是过去的众生啊，是这样的 啊，那证明给我们看嘛，啊，真正的从众生呢就修到菩萨了，而且在现在这一位开敷一切树花主业神呢，他在讲话的这个道场啊，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道场啊，那么这一些菩萨呢，他们就处于种种的妙法宫殿，就是他们呢都能够用法来利益众生，啊，所以他们都所住的地方都是妙法地方，是这样。好，那这也表示说，这位宝光明统领过去世啊，那当时的这些人民，那都已经成为菩萨了，那也都在他的道场这一些，那就等于是说。他们有过去的这些的因缘啊，那等到他们证到的菩萨的这样的果位的时候啊，他们的因缘都好像还是善法因缘都还是很密切的，是这样。从过去世到现在，他们都还是在一起的，是这样啊。好，那这个时候呢，尔时啊，那就是在开敷一切树花主业神呐、啊，他为善财童子呢，就重宣持解脱意，就是说。他所证到的这个出生广大光明喜解脱法门呐、啊，他就用这个偈颂啊，就告诉重宣呢，就是重复再把啊他之前所说的这些的内容啊，他又为善财童子呢用偈颂的方式来告诉他啊。那这个里面呢，主要的呢还是啊，就是让善财童子呢知道说。他所证到的啊，是其实过去世啊，他这样子的修行的内容啊。那经文的部分呢，既然是重宣了，我们就省略啊，省略这个偈颂的部分呐 啊。那我们看第一句好了啊，他说：“我有广大眼呐、啊，普见于十方啊，啊，一切刹海中五趣轮回者啊。”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他现在所证到呢是。能够看到十方的了，啊，那跟我们众生所看到的就，啊，差太多了。我们只看到一方，对不对？啊，看东就看东，看西就看西，是吧？那他就是广大眼，就是十方都看到，哎，东西南北上下，啊，还有啊东南，啊南西南，啊那南北，啊这个中间叫四维，啊跟。这个啊，这个八个角，那都看到啊，而且呢，也看到五趣轮回者，就是看到诸佛啊，一切刹海中也看到啊，这个佛跟五趣轮转的众生呐，啊，地狱恶鬼、畜生、天人这样，那阿修罗他这个地方有的是没有算。有的阿修罗就把它算为天道，啊，那如果另外再列出来，就算六道，是这样，啊，所差的就是啊，这个阿修罗天，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主要的就是一切开敷一切树花主业神呢，他告诉善财童子，啊，说最后说我于无量劫修习此法门呐，啊，我今为汝说，佛子汝应学。最主要的是他告诉善财童子呢，他所度化众生的方法他也在教化众生，然后从他所证到的出生广大光明喜解脱法门呢，他是能够进入毗卢遮那如来的这样的一个过去所修的菩萨行海啊，然后又从他过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这样的因缘教导善财童子啊，主要就是能够让善财童子他开始问
啊，就是说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啊，那他应该怎么样子修菩萨行，怎么样子能够啊学菩萨道，是这样，啊，所以就等于是说，他跟他讲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主要就是让善财童子啊来学习，是这样，啊，所以他最后他就是告诉善财童子，啊，他说。我为知此菩萨出生广大喜光明解脱法门，就是他证道的这个法门的名称。好，那这个时候呢，他讲完了以后，就是他告诉善财童子他自己所证道的这个法门的内容。啊，那下面说如这个如呢，他说如果啊，就是假如了啊，如假如如。像一般啊，就是像一般的诸菩萨摩诃萨清净供养一切诸佛，入一切智大愿海，满一切佛诸愿海。那这些呢，也就是说，除了他自己所证的以外啊，那像其他的啊，像其他的所有的菩萨，他们自己个别所修的菩萨行呢，啊，有的是。清净供养一切诸佛，啊，那入一切智大愿海，那满一切佛诸愿海，啊，那有的是得到勇猛智于一菩萨地，普入一切菩萨地海，啊，那有的呢是得到清净愿于一菩萨行，普入一切菩萨行海，啊，那这些呢，就是说，如果是像其他的这个菩萨。他们每一位菩萨他们所修正到的菩萨行啊，那这一些呢，而我云何能知能说彼功德行，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就没办法说了，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我们说的啊，就是在于华严经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里面的每一位善知识啊，像善财童子所说的，都是他们自己亲身所证到的，啊，所以说佛法本来应该就是说，我们自己在修学的过程里面，我们所证到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经验，才是我们的佛法，是这样。所以他告诉善财童子的，不是知识性的，是他自己实践所证到的实际的。啊，是正量，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开敷一切树花主业神啊，啊，我们好多个单元呢所介绍的这些内容啊，那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单元呢也可以说是圆满的，啊，就是它的内容的介绍，啊，那我们也到这里做一个阶段，啊，那我们来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启建梁皇宝忏共修法会，恭请湛山法师领众。日期4月8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一；4月15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二；4月22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三；4月30日星期日，梁皇宝忏卷四；5月13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五；5月20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六七；5月27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八；6月3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九。时间下午2点，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1，0722123231。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敬请亲临分会登记，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联络电话0627166616，0627166616，或0627166612，062716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罗侯罗尊者，密行第一，境界威仪。罗侯罗尊者贵为佛陀之子，也是僧团中第一位沙弥。小时候调皮，但经过佛陀的开示劝导，性格越发稳重沉静，修忍辱持境界。佛陀曾赞罗侯罗为密行第一，于3000威仪80000细行都能了知奉行。一心顶礼尊者罗侯罗，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并学习尊者持身端正，持戒静心，珍重看待戒律，并如法受持，渐离生死。Benza, Be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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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
tu samaya manu palaya benza za tu tenu pa tita dilu mi bawa sutu kayu mi bawa supo kayu mi bawa amura tu mi bawa sarva siri me praya sa sarva karma zuksa me tita pshaliya kuru hung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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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 vaga wen sarva tata gata benza ma me munza benzi bawa maha zamaya za tu a om benza za tu samaya manu palaya benza za tu Thank you.